天然保健食品。经常食用牛蒡能降血脂、防便秘，对高血压、糖尿病和直肠癌等有较好的预防作用，并具有抗衰老、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详载，牛蒡性温，味甘无毒，通十二经脉，除五脏恶气，久服轻身耐老。牛蒡茶具有一面排除人体毒素，一面以营养成分进行滋补和调理的特点，符合中医一消必有一补的理论。牛蒡的作用，一键脑作用。牛蒡根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，且含量较高，尤其是具有特殊药理作用的氨基酸含量高，如具有健脑作用的天门冬氨酸占总氨基酸的 25% 至 28%， 精氨酸占 18% 至 20%， 且含有 CA、MG、肺、MN、ZN 等人体必需的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。二、抗癌抗突变作用。牛蒡的纤维可以促进大肠蠕动，帮助排便，降低体内胆固醇，减少毒素废物在体内积存，达到预防中风和防治胃癌、子宫癌的功效。牛蒡在体内发生化学反应，可产生30种以上物质，其中多量叶酸能防止人体细胞发生不良的变化，防止癌细胞产生。同时，牛蒡促进体内细胞的增殖，强化和增强白血球、血小板，使 T 细胞以3倍的速度增长，强化免疫力，提升抗癌之功效。另外，牛蒡的多酚类物质具有抗癌、抗突变的作用，因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较广泛的药理活性。三、提升细胞活力。牛蒡可增强人体内最硬的蛋白质、骨胶原，提升体内细胞活力。四、维持人体成长。促使体内磷钙及维他命 D 在组合上之平衡，维持人体成长。